清早起床了，看镜子里的我，突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枯燥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。今天的 Summer 要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深海鲨鱼软糖。今天早上一起来就一身汗，所以我决定呢自己给自己解暑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都有些什么吧。哎，有点衣服跑下去了。哎呀，这个不是你吃的，这位朋友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就是一个黄色的，应该是做吉利丁粉用的那个壶。那这个是咱们鲨鱼的骨头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哇！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我们需要做软糖的模具了。这两边还有两个小小的鱼的模具，具体这个是什么鱼呢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哇，接下来就是我今天准备的食材了。这个呢是蓝色的糖浆，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吉利丁粉了，接下来呢就是白砂糖，最后呢就是喵喵喵喵鲨鱼软糖。哎，可是这个长得一点都不鲨鱼。好了，现在呢我就要去熬吉利丁粉了。狗狗，我大夏天在家一定要小心啊，因为这个火呢小朋友还是不要随便玩的。等着水烧开的时候我干点啥，你说。哇，看到没有，哇，柠檬味的汽水，蓝色的吉利丁粉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水基本上开始热了，赶快这个时候加吉利丁粉吧，就是这个了。喂，哇，再搅拌。OK， 基本就完成了。先让它冷一冷的话呢，我就把它放到这个壶里边去了。好了，现在的这个吉利丁粉冷却的过程呢，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了，应该是把这个放到这里面去的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尖。现在感觉啾啾对这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Sorry， 你不是猫啊，你不能吃。哇，大家看到要有像模像样哎。哦，这个好难拼啊。现在基本上都装好了，接下来呢就把它放到这里面就好了。但是现在还是有点烫，大家看到这个烟气了吧？现在就端过去吧。哇！哇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现在这个深海鱼啊基本上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小时之后见吧。啾啾啾啾。大家知道 Yubi 为什么戴这个吗？因为呢 Yubi 呢他这个下面啊有一点点皮肤过敏，他一直老是舔他自己的伤口，所以呢我就给他戴了一个这个，防止他去舔他的伤口。也会觉得很搞笑。你想要吃我做的鲨鱼软糖吗？为什么要走？既然呢还有一个小时，那我就再练一下尤克里里吧。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的风雨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就像患重感冒打下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The matches be okay.
现在游客里练的也差不多了，感觉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软糖这里好了没有了。那我们就去冰箱看一下吧。我现在打开看一下，也不知道大热天的，我自己现在家给自己找罪受吗？哇哇哇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哇！哦，可是这个怎么弄出来的？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里面有送一个刀具。哎呀，这里有一个刀，是专门应该是切这个，我觉得。等一下。不要急，好，这个刀让我来切一下啊。哎，哇，哦哦哦！现在拿出我的鱼缸，回，把我的鲨鱼啫喱软糖放进去，当当当当当当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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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个就是呢，我今天我做的这个啫喱软糖准备的东西。先把我已经买好的鲨鱼啫喱软糖放进去，柠檬汽水给倒进去。哇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把我已经准备好的菠萝也倒进去。哇哇，棒棒棒棒棒，两杯冰。来吧，哇，喂，哇，喂，哇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静静的观赏一下我做的这个鲨鱼哦，哇，鲨鱼软糖冰，这尾巴好大，哇，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哦。你想要吃吗？我就知道你想吃，可是 sorry 不给你吃。朋友们看到没有，咱们做的这个夏日鲨鱼冰饮呢已经都做好了，哇，看起来非常不错。看到没有，下面还有很多菠萝，你们很清爽的样子。哇哇，这下面好多菠萝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来尝一口了。超级好喝，要不要来口菠萝？不能吃。好劲道哦。我觉得我今年夏天就是整个夏天的暑痘一下子就消掉了，因为这个真的太凉爽了。今天 Summer 就在家里面一个人做了这个非常非常好吃的夏日甜点鲨鱼软糖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有没有很有趣呢？ biu biu。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离开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订阅还有点赞哦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这是来自贵州金沙县的陈中俊阳小朋友，他说如果你们收到我的信，请一定要给我回信，现在就是在给你回信了。然后他要讲说我们的视频他都非常认真的看了，而且非常感谢呢我们陪他走过了非常艰难的一道坎儿，也很喜欢狗狗们的勇气哦。非常感谢你，我们来看看他画的我们吧。咱们在这里期待更多小风铃来信哦。